各位观众欢迎回来，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第二周的 LPL 最后一天的比赛日的第二场 BO3。 那当然在 IG 对上 TOP 的比赛里面， TOP 依旧是没有办法拿到整个赛季的第一场游戏的一个胜利哦。局面上面来说，对 TOP 的选手来说，他的压力上面可能是一场比一场来的更大。对，可能在之前每一场失利之后都会去总结不同的一个原因，但这一场的话确实也是遇到了现在目前为止排名整个就是西部赛区还有机会争第一的，然后东部赛区排名第二的一个就是 IG 嘛，所以说可能就是说对他们来说，就是这场比赛更多的是一个掌握自己能够赢下比赛的一个节奏，更多的是打出自己其实这个赛季更好的一些配合吧。因为他们其实在之前的比赛里面前期真的很难拿到优势，就虽然有可能在打野一些 gank 的选择上面是比较新颖的，但是很难，就是像这场一样还是有个问题，就是拿到关键地图资源，就比如说是防御塔或者是关键的就是龙或者是峡谷先锋之类的一些。龙其实拿了三条，就峡谷先锋这场其实拿到了，但是其实中塔的一个推进并不算是最好的一个使用方式。对，因为中塔其实当时血量非常的低了，然后后来因为自家的中路拖延了非常长的时间，反而中塔后来也是被推掉。就他们这场比赛可能是想要跟 IG 打一个持久战，那当然在第一条大龙上面也成功的利用赢团战的方式阻止了第一条 IG 利用大龙去滚起雪球。但整体上面来说，在这个版本虽然 LCK 整体的一个游戏风格偏向非常非常缓慢的一个团战，但是在 LPL 的一个时长上面其实还是比较快的，就是整体的一个 meta 上面有所不同的时候， TOP 这一场的一个应对，面对进攻本来就是他们最擅长的拿手活的一个 IG 来说，其实他们这种比较拖后的一个阵容上面来说， IG 不给机会，那这个策略不成功的时候，看一下 TOP 第二把他有没有别的准备来跟 IG 做第二轮的交手。别的准备可能来说的话，打 IG 还是要围绕着就是强势线去打，就比如说下路可能还是会拿到，因为刚才就听到了，就是说 IG 选择的是在蓝色方，是的，那么就红色方的话会有一手就是摇摆位在前三手，然后包括他最后有个 counter pick，这手怎么去用，然后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的话有可能会就是就给到上单或者是在打野这个位置上做一些文章之类的，拿到一些自己更顺手的打野，但这一场的班人其实更加的紧张，我觉得就因为上一场确实在 IG 这边几个点发挥都很好，比如像船长之类的，比如说像加里奥这样的英雄都发挥得蛮不错的。上一把其实你可以看到，我觉得甚至 TOP 他的一个 BP 上面为什么会去ban一个大嘴跟塔姆，你从他后面拿的阵容上面来说是完全可以回推的，就是你事后的马后炮是完全符合逻辑。第一，我下路若带了一个点火加上虚弱，如果对方辅助是一个塔姆，那我这个东西完全打不出就是前面可能抓一血的优势。第二是大嘴，我后期是要打一个双侠加飞机的一个双射手的一个阵容的时候，我给对方大嘴，那这个后期团战我还不一定有把握。所以这两个 ban， 然后以及清钢也ban下去，在有open 船长的情况下先手选择上单放掉船长，就是认为我要打下路进攻优势，我让对方的上单在船长在上路只能就是发育，然后还搬了一手蓝博，就是想其实想让 IG 这边去搬那个船长的， IG 这边没有搬船长，反而是在后面再去加搬了像马尔扎哈这样子的英雄，就还是在针对共的一个英雄池。我觉得发条主要也是如果这一场给了皇子发条加洛的一个体系的话，这个体系大家应该也是知道是 SKT 在逆转 EDG 那场比赛中最恐怖的一个，就是因为洛如果开得好，他可以在对方站位上面有失误的时候一次开到非常的多人，加上皇子的一波二连，那个时候还有什么像卡莉斯塔加洛的那些神奇开团组合，是就如果说加里奥大嘴加上皇子是为所欲为，那我觉得就是那种哎，我来给你变个魔术，然后突然间那个人在你眼前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然后那个洛是带那个飞升护符，然后各种加速装备，然后一顿主动技能上你脸上，就没有反应过来，反应不过来的。今天逆转的阵容，我觉得那个阵容来说，所以你去看他后面封锁发条 ，IG 这边的一个思考也是比较全面的。好，两边的选手已经重新回到了这个比赛席上面。啊，上海的天气，可能今天的全国天气还是都是比较冷的，就也看到选手有拿着暖暖宝。哎。这个这画面怎么有点露出了老母亲般的关怀，是应该是在帮 JK Love 去调整一下他的一个耳麦，帝王般的待遇，可以可以可以，可能就是裁判也不知道
镜头刚好是咱们裁判确实要比较细心嘛，就毕竟选手就是对吧，就戴耳机这方面的一些问题肯定是要帮忙的。对，因为最常发生在英雄联盟比赛中的暂停原因就是因为通讯问题。哦，是，就可能游戏里面系统声音过小，然后可能就会暂停一下。因为英雄联盟太需要沟通了，如果一个人听不到就没办法沟通，这游戏基本上是打不了的。对，然后我们现在也多了一个辣舞是吗？有一个辣舞还在等大家等他回来。辣个大兄弟，辣个大辣舞还没回来，但我们现在有一个年轻的辣舞。好，这场其实上一场的话，下路感觉这个辣舞跟宝蓝的一个搭配也算是前期虽然是带了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起风的秘籍，虽然没有打出那种像女警一样的推塔节奏，但是其实线上是稳住了，到后面团战里面的发挥还是不错的。然后他之前的话我记得宝蓝有几场布隆其实给我留下蛮深刻的印象，就面对对面如果是像牛头这样子先手英雄都把 JKLove 保得非常非常的好。是，但宝蓝今天的一个先手次数比较低啊，主要因为在于他们的阵容上面有一个他好难先手弱加加的组合，是大部分都是只能先手到弱，但是团战里面你可以看到 Lucky 的一个家里啊，在这场他确实像今天的片头片提到了一样，他不再需要去拿蛇女拿这种发条后期能一个人去扭转比赛的英雄了，对对对，他可以是站出来作为一个像 Faker 一样作为一个正义巨像站在最前方给队友创造输出，因为他的身后有 JK 乐。对，但恐怖点就是这个人呢他也还在需要他的时候他还可以站出来再使用 carry 型的英雄。是，当然顾刚刚的几波飞机的一个拉打配合球球的一个侠确实也是在中期的时候给了 IG 一点难关，但是要取胜 TOP 还必须做到更多啊。中期的话其实有几波团战飞机加上侠的团就是输出是打满了，就包括第一波大龙的处理其实飞机都一直找在一个非常安全的位置在输出，就是 IG 这边那些后排。是的，我们大家可以一起吃一口多利多汁玉米片，多利多汁放胆来试，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场的一个 Ban Pick。在两边的阵容上面这一把我觉得 IG 在首抢上面我也很蛮想看，因为他们三个核其实都是线上想要打的激进的一个队伍，那他们就偏重在哪一条线上面的核心，来看一下两边的一个 BP。 IG 前三手没有 ban， 三支中单赏给没有区别，跟上一场是一模一样的一个班人。是，而 TOP 则是更换了一个 BP， 把塔姆放出来以后去把上一把 LeShy 提早在33分钟拿到六神装的船长给封锁掉了，确实很难处理。IG 这边开始一抢，一抢的话其实现在可以去抢一手打野，因为现在皇子加上猪妹都还在外面。塔姆先锁这个宝蓝露出了羞涩的笑容，是胜率上面表现非常亮眼，这个一抢塔姆是个什么样的意味啊？塔姆在整个 LPL 的你可以看到选取率相当于封锁你供的英雄池是吗？ BP 率有85%，你要想就是你的蚂蚱哈先别上了，对，然后你下路的像什么牛头布隆啊也都打不出特别好的效果了，而且 你去考虑一个别的选择，这是一个对于对手的回敬，就是说对手认为塔姆的优先级高，要不然他不会在上一场进到第六边。是的，所以你放出来那我要拿，我就是我跟你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这个塔姆在比赛中的一个作用性很高，因为塔姆现在在比赛里面优先级确实非常高，加上胜率加上 BP 率吧。TOP 这边的下路选择是抢掉了 EZ， 二楼看拿什么布隆 EZ 布隆取代了可能以前的 EZ 娜美的一个组合，就万金油，就红色方想再多看一手，这是非常 LCK 式的一个选法， LCK 很长的概率红色方前两手会拿一个双人线组合，而且是万金油组合，它并没有做到太多的一个抗的效果，但是你拿什么英雄我都能打。对，一般会选择拿一只哦，选到的是猪妹。其实现在 open 出来的 AD 还是蛮多的，对 JKLove 这边的选择是不给 Flaggers 夺得双雄的猪妹加布隆的一个组合，因为这把皇子确实也在，那这把 IG 可以拿一个比较后期的 ADC。 对，其实这一场的话 TOP 还是可以选择皇子。哦， JKLove 要拿韦恩吗？韦恩确实在 8.1 版本的天梯胜率是非常的高，还是选了杰斯，鲜亮杰斯，这就是 IG 非常恐怖的一点。这个杰斯其实在蓝色方也是一手摇摆位，并且这个英雄现在在上路其实是没有什么天敌的，而且是很有自信的，因为杰斯通常会拿来做一个 counter， 比如说红色方看到上面是纳尔候选杰斯来打，或者是你中路是个卡萨丁，或者是偏
偏或者偏手短的一些英雄，然后发育型的刷子之类的，可以拿杰斯过来兑现。因为我不觉得 TOP 今天在第一场 BP 到第二场的中间，他会在后面四五楼去加倍这个杰斯。但 IG 认为这个杰斯拿下来，第一起到绿塔说到的摇摆人作用，第二是我这个英雄在我的上中的选手手上是可以发挥120%的能力。挺恐怖的这个英雄。看到扎克这边，其实在 LPL 里面的 BP 率没有那么的高，但是胜率的话是保持在71%。是，因为布隆在 TOP 手上，所以 IG 这边是变掉了一手奥恩。这边是第二轮开始封锁 AD 了。对，因为 JLOB 刚维鲁斯没拿，因为我觉得 IG 这边拿一手 AD 在前三手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选择。卡利斯塔也拿下，也搬掉了。有没有机会看到现在版本里面相对来说也是崛起的后追的崛起的使用率的女警？看女警，或者是。但感觉女警这个英雄稍显笨重了，就是面对 TOP 这样子的开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生存环境。但扎克要去开到一个女警，以 JLOB 年轻的一个肉体反应来说，他还是很容易利用自己的一个神网去拉开扎克进场第一个一技能，一技能没中。什么叫年轻的肉体？就是年轻的反应，反应力啊！墨鱼拿出自己，算是这个版本来说，上场率是零，所以整个数据上面没有任何数据的波比。对，因为像这种英雄一般有可能会创造数据库里面的一些巅峰值，比如说他的胜率，是说不定就能拿到100%的胜率。但是波比在右边的阵容里面，他就是一个上单打杰斯，他认为这个杰斯大概率是上单，对，所以拿波比做一个 counter、就是、但是这里看到卡尔玛之后又想了一下，这个、啊、还是 Timo 我觉得是选不下来的。Timo 在赛场上面的，不，你没有左边没有怕 Timo 的人、啊，你没有别的发挥空间的。你觉得打维恩吗？就如果上面 IG 选了一个武器，你选一个 Timo， 我觉得有机会把他按下来，就是骚一下，皮着一下很开心。如果德赛是个武器的话，就墨鱼真的有可能会拿个 Timo。对你拿个 Timo， 我觉得比较合理。金泰给他打炸，然后把波比拿去打，有布隆了，你波比没有路可以走了，只能去走中。所以这边刚刚就是一个我们不需要太多讨论的一个骚一下啊。中路最后共识选下了发条来配合扎克的一个带球进场，而 IG 这边则是一个中路 Rookie 拿卡尔玛保一个双 C 啊，然后整体上面。卡尔玛对上扎克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抗，就是因为扎克在其他赛区，包含欧洲赛区以及第一周尾声的时候的一个 LCK 赛区的使用率高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卡尔玛中单，因为他本身在面对一个扎克飞进来的时候给一个群盾加速的时候，队友都可以很容易利用走位，不需要去脚闪现去躲过扎克的进场带人。是的，这场的话有一个比较有趣的里程碑，也是 Rookie 在 LPL 这边所有外援第一达到300局的一个历史。是，就因为他今天之前的话是298场，然后今天这第二场打满的话就是300局，所有在 LPL 这边外援是最高场次的。是，提到里程碑，那刚刚上一把你有注意船长杀了几个人吗？没有。对，因为 LeShy 在今天开始前这里有个里程碑，对不对？对，是差5杀可以拿到自己的100杀、哦、所以这一场有大概率可以达到这个成就，如果上一场没有达到，因为这场毕竟是一个杰斯。对对对对对，杰斯拿人头的能力还比较强的，而下一把 BO3 一样有这个我们的 LPL 的里程碑，在于这个从去年夏季赛才加入的射手选手 iBoy、哦、他差一颗人头就拿到100杀的一个成就。是的，对，所以今天的里程碑这种整数还是比较多的。对、啊、主要 LeShy 以及 iBoy 都是去年赛季我们才开始进入到 LPL 我们的观众的视野里面的选手，然后他们这么快就去累积到这个成就，已经象征着 LPL 新生代的一个势力，真的就像我们整个赛季的片头片一样在崛起。好，进入到今天比赛的第二局。看到现场有球的粉丝取了一个字卡，也配上队友的一个哦，第300场游戏，确实给到大家就是 Rookie 这边的 LPL 场次。是，感觉现在 Rookie 确实已经是，我觉得在我心中他就是一个中国选手。传说中普通话都不带口音的各种，还是有，就是还是稍微有一点点。但歌声唱歌的时候，我觉得 Lucky 的口音就非常非常的
小了。而且这个赛季的话其实也看到了很多就是 LPL 里面的一些韩援选手用过像就是卡尔玛这样的保护型的中单、啊、当然这是京东 Gaming 的这个中路的，对，像多音币啊，前京东 Gaming 的多音币，对，现在 RW 也是用了，因为主要是这是一个他们队伍现在目前打了一个风格，因为像上下两路其实是有 carry 能力的，所以说也没有任何问题，这边其实想骚扰一下，对，一级的时候仗着对方这个波比跟扎克没有太多的一个威胁，哇，这一把好多的观众是支持到 top 啊，75%，这应该是、哎、你知道奖励倍数高就吸引人了。对对对，确实，因为这已经是第十场 top 在本赛季的游戏了，他们能不能取得首胜？而且刚才第一场的话，其实他们确实前期做了蛮不错的一些调整，这一场大家也都是有很多观众愿意去支持他们。Lucky 的卡尔玛还是打得很凶，二级上来就是 W 技能牵住以后给一个增强 Q。前期的话，这两个英雄其实就是相互对着发育了。上路这边毕竟是个杰斯，第一炮 EQ 连没有打到。现在一个一级的波比还是没什么办法。是，刚刚只能被 Lashai 利用炮型在远程的一直消耗，但波比等级上来有了一定的防御装备，或者是冰拳拿到手的时候是有机会追的锤杰斯锤的。对，而且他带的是一个艾迪。其实他在线上还是想去打点消耗的，拉两个野怪的仇恨。哎，这边有惩戒但不想用，最后拉了一下，捡了一个自己的一个肉块，回了一口血以后，可以把惩戒带来吃魔爪哇，比较难的去打掉了这一组野怪，加速自己刷野的一个效率吧。不过好，就是对面的话，您这边选择的也是个猪妹，所以这一场其实他的一个速度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就是威胁。波比这边已经被压刀压得有点多了，塔下尽可能的保持补刀，还要同时去闪躲的 Shy， 也是带着艾莉的远程消耗。这一把扎克带的是余震，IG 这一把 JKLOVE 依旧也是带着起风的秘籍，看来现在这段时间的训练赛里面，JKLOVE 应该开始对这个召唤师的符文有相当青睐了。 对， 对，线上的话也有机会多回一次家。 Kate 也是带了起风的秘籍，就是这一把但没有带烧东西，毕竟不是像洛这种二级就可以直接上去趁他登场拼一血的辅助。而且第一波回家之后，其实 VN 的战斗力应该是要比 EZ 提升的更多一些的，因为 EZ 是要做眼泪的。是，就这一场比赛 TOP 的双人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辅助的宝蓝塔姆进行大招的一个游走的时候， Cat 被迫去跟，那留下一打一的局面，维恩是绝对碾压 EZ 的。哇，炮没有打到，打到的话感觉过于的血量就有点危险了。是， IG 的镜头就是这样子，每条线要不停的切，考验我们的专业的 OB 手，因为他们每条线上面都会打得很激进。 IG 的比赛很少看到线上的就是互相补刀的一个局面。对，就有一下 A 你我也要 A 你一下，这也是很多观众能换血，反正我就肯定要换，是很多观众喜欢 IG 的一个原因。哎，扎克想要过来守一下自己的一个 F6， 哎，成早了，这波您成早了。但其实卡玛这边前期还是过得比较舒服的，是基本上都能把贡的蓝量消耗的比较低，贡这边为了去跟卡玛对着去清兵的话，也是交了自己的第一个 T 回到线上。对，两边的中单都已经把第一个 T 交过了啊，就游戏的后期再把它换成团战属性的召唤师技能。而且卡玛很稳，前期就先是一个小的抗魔斗篷上线，这把是因为上单出现了杰斯打波比比较少见的对阵，要不然这把可能出现五个起风秘籍。现在已经四本书了。对，杰斯的话是做了一个萃取出门的，等到发钱的那一波其实装备是有个蛮大的提升，因为线上确实没压力，所以直接做萃取加速自己待会快速拿装备发钱。对，他有可能会出一个，但这个 carry 的幽梦会位置扎克好像被找到了，哎，他跳出去了，刚刚视野切的时候他应该是已经先拉了一个一技能先行溜了，虽然还没有吃光，好像打了五个，对，毕竟主人回来了，还是赶紧溜，稍微小赚一些。
这个位置如果被留住的话，有可能要被逼闪现，因为他要拉一的时候被卡尔玛牵 W 禁锢的那一瞬间就会把他的一个一技能给取消掉，他如果跳不出去就要脚闪过墙才能回到贡的一个发条的一个守护下。是的，这波墨鱼第一波上来反打换血，但想要抓中路的 W 牵到了 Q 技能撞到，利用秒表去规避朱美蝶被动，但是秒表结束要先吃一套，这一套我觉得 IG 其实是想来逼闪的，逼到秒表也是赚，因为朱美还没上六，觉得还是挺赚的，因为就现在来说的话一般都会把这个秒表用到第一次大规模团战的时间。是，我们刚刚在赛前节目里面也看到了这个 ONG 那把比赛下路打起来的时候总共用了五六个秒表就各种出现金声的那个声音，现在听到那个声音就觉得有点特别诙谐。但现在我发现我最近打排位打的稍微多了、哎、就很多的玩家进来的时候也都是会去注意这个秒表，会用这个 LT 去点，然后大家会提示一下，大家算一下这个秒表，要不然确实很容易就是认为必拿的人头，因为你起风的秘籍换召唤师技能是大家都知道的，又来了一波一个 QR 直接逼闪，这波没有进化的贡交闪交得非常的果断，但是闪现也交掉了的情况下线上就真的很不舒服了，是下一波朱妹过来的时机点就比较尴尬了，因为虽然有起风秘籍加速自己的闪现，但比起朱妹的大招还是朱妹的大招会先好，这段时间可能就需要 carry 过来做一下，还是要先做水银鞋才行啊，就这个中野、哎、这波杰斯的蓝耗其实不是很足够，但没有小兵让惹帅有机会，没有被 Q 技能给拉到，但是再给一个大招，墨鱼开启 W 技能反向交闪现以后被推在墙壁上面，应该是惹帅想要拖一下时间等到 Lucky 过来救他，但最终在墨鱼的一个闪现一下面这个墙推得非常的精准，有点凶，确实是因为杰斯一直处于一个推线的状态，然后朱妹在中路这边的话也是把大招给交过了，这个讯息 TOP 这边是知道的。是，其实这段时间你中路打野发起第一波的攻势逼掉了对方中单的闪现的时候，上单是可以稍微缩一点，就那几枪跟那一炮其实可以不打的，但是他是惹帅，他属于 IG 队伍，所以就会打，那这样的话其实给了 TOP 抓到一起的一个机会。是的，因为上半部刚刚那个视野扎克已经来到了六级左右，有三级的一个一技能，他的一个开团距离惹帅是不可能不知道三角草丛那个位置其实有机会被扎克给跳出来，被蹲到被E到，布隆是不在的这一波，是布隆 K 的交踢踢了一个炮车过来，但是在落地之前已经 Jackie Love 先赏了球球一套三环，做一下视野，对，做深视野，这个深入的视野看一下 TOP 应该是阻止朱妹来下路抓人，现在稍微就感觉还是凶啊、W 技能连三炮再赏一发大的，但是你可以看到有了布甲鞋以后确实墨鱼没有那么难受了，自己本身等级起来被动的护盾量，但德赛这个炮打的还是准，就是每一波消耗基本上一套下来兵线绕过去就能够消耗墨鱼一套，是惹帅这个出装是就现在杰斯舍弃了女神之泪，然后也舍弃了可能之前会出的幽梦，最大化自己前期对线的一打一的一个能力的一个破败，现在压刀术慢慢也起来了，每一波兵线都把墨鱼压在塔下，就是可以消耗一下防御塔的血呢，是捡了一个肥皂拿一个小护盾，现在这一波是不慌的，因为朱妹就在 TOP 的上半区活动，上半部的视野做了一个红区外的一个深眼，可以想看扎克的一个位置，这时候已经把中野往上叫了，有想要来小幽灵先放一下探一下，对，看到了指令，看到墨鱼差一点点要回家，哇，好险差点被您身上的一个套索给扫掉，有踢了这一波踢过来守塔，这个塔就可以守得住，顶多被惹帅再多点几下，一个一技能过来，但是加速电墙再把它敲走，被拉了一下，这波惹帅是没有闪现的，但是没有被动感弹球给带到，终于撑到自己的中野过来，这时候被晕住的波比感觉撑不住 Lucky 的魔法伤害、一个灵魂烈焰把波比给杀了，这波在于说其实你可以看到墨鱼跟 Carry 的伤害其实比较不足的，就他们两个人的伤害不足，他们要靠塔去帮助击杀，他大招带回来没有带到，然后才有可能，因为杰斯是没有闪现，是这个补的 shy 没有补好，但其实这一波也比较慌的一个原因是第一时间他们其实已经在野区看到了卡尔玛，就卡尔玛这个幽灵是就看到扎克的，
所以说选择在上路强行动手。哎，这边又是反一族 F6， 扎克过来守一下，一 Q 技能拉。是发条就在不远处，但是控制过不来的，也不虚。但上路已经是因为波比击杀交过 T 的情况下，又由上路打开一血塔。如果说现在拦不住了 ，IG 如果能统计这个数据，我下一周一定会统计好。就 IG 大概率一血塔的比率最大应该就发生在上路。对，我不知道有没有超过 Snake， 因为现在总的来说下路是蛮难爆发一血塔的，就除非说就中上两路都是那种比较偏支援型的英雄，不然的话下路几个都应该都是会有秒表或者就是加各种圣物之盾，然后清洁不发加过量治疗之类的代发。这个版本来说，其实我觉得这个版本已经进行到 8.1 的第二周比赛，全球赛区已经打了将近破百场的游戏的情况下，其实证明了这个版本上单是非常非常吃重的。你可以从老干爹他终于在 Gino 拿回了自己线上打出优势的英雄以后，老干爹开始在自己杭州主场开始开拿下开壶有胜场，以及你看到 SKT 在今年库尼离队以后，在新上单太乙及乌塔拉都没有一定够稳定的情况下面， SKT 的成绩已经掉到了联赛的第九名了。就是这个版本上单因为多样性，因为本身的英雄，这热门的英雄是高操作性的英雄，比如说船长这种英雄，考验很大上单选手本身就有的时候他的一个实力。是的，有的时候上野其实更好去带节奏，然后下路这边的话，一般打架起来就可能就是四个人、五个人的包夹。哇，这一波过来是直接逼了个闪。扎克其实在前期节奏还是不错的。但 8.2 版本应该也是马上就要到来。先来看一下这波扎克跳过来被卡尔玛一个盾给躲过以后，自己被朱妹给撞到，马上要被叠出被动，这边带了一下朱妹。朱妹知道自己后续伤害量不是那么足够，因为毕竟朱妹加卡尔玛的一个组合，他的一个伤害的一个间隔比例来说还是比较高。这波双人线也来不及支援，因为塔姆没有车。这波如果塔姆有车，我觉得朱妹可以反手一技能大招也都还在，有机会等到塔姆带着 Jacky Love 过来，那扎克面对一个维恩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大的一个承伤能力了。下路的话这一场倒还算是比较和平的，是很平稳，打野辅助都没走。对，你说一个维恩要在布隆的保护下强杀这个 ET， 那难度还是相当的高的。塔姆本身压线是一个可以打消耗可以打推线的一个辅助，但他本身拿击杀的能力不如牛头或是日女这些辅助，而且就宝蓝这边带了个点燃，布隆这边反而是没有带点燃的，所以说下路也不可能由 TOP 这边先去动手。是，所以整体来说两边各拿一颗人头，但经济的差距是被上路的一个压刀以及野区被反支援的情况下拉开了一定的差距，还有这个一血塔。布隆去做视野的时候 ，JK Love 终于找到一个没有防盗门的保护下的 EZ， 尝试进行激烈的一个换血。现在这个 EZ 拿维恩是没有太多的一个消耗的能力了，因为毕竟有迅捷步伐。但这波等到卡云来，这个位置好像不够远，没有办法跳到维恩。利用 Q 技能想要一连二，但是已经是被宝蓝给收到了肚皮当中保护了。这就是扎克来下路抓机会，只要有这个塔姆，很难很难，除非线很深。先动手，就除非你先动手塔姆。然后或者是他在线上有一波就是可能那种很难见到的，他可能把 W 先用掉了，但你想想看再过来去这三个人杀这个塔姆满状态的塔姆，我觉得杀不死就很难，因为你布隆这边也没有点燃。对，还有一个三个技能的盾，主要是扎克这个英雄不属于那种高伤害的。 对， 对，这波也没有打掉 JK Love 身上任何的一个技能。就其实这一场是候选 ADC 的情况下 ，JK Love 已经看到了对方 EZ 布隆的一个组合，认为线上真的是没有太大的压力，所以选择继续带一个起风的秘籍上路来抓了墨鱼。现在先用大锤想要锤猪妹，成功的把猪妹给锤走。哇，这个猪妹飞在空中的感觉，挡了一下，特别大，而且脚会很萌的这样子，短腿一直在踢，然后在鬼畜。这一波其实，哎，但扎克过来想要协防的时候就有一点尴尬了，利用动感弹球想要来免疫一下对方控制，但伤害量直接把他给打炸了，而且正面的大招只有转到宁王的话，用 TP 想保，但是这个 TP 下来的话会死的，这是 Cat 交的一个闪现来保，正面又是朱妹的一个大招留住了 Goon， Goon 的发条
也是双双阵亡。这一波原本是要来月墨鱼的，结果两个过来协防的打野跟中路 TOP 这一波没有想到在野区里面是这么多的一个猛兽在等着他们。这一场上半野区已经基本属于失守的一个状态了，这条上中野的路已经是通关到了二塔了，这对于 TOP 来说这一把的雪球崩盘的速度其实比上一把更快，波比目前拿出来的 Counter Pick 的效果在前面您的帮助下面并没有打出来。而且我们说威恩这个英雄他有一个比较大的劣势，就是在正面推塔的时候他手比较短，但是这个阵容补了一手上路的杰斯，他是有远程 poke 能力的，等到杰斯这一条线把二塔带完再去参团的时间点 TOP 真的是防不住了。是，哎，就这里波比还稍微回一下头，然后直接被 W 链子链到，虽然最后是走了，不过确实上中野的一个防守已经完全的是失控。是，上中野现在已经打出了一个总体上面来说是三换一的一个击杀，这就是全部的人头发生在上半部。下路其实是和平对发育，但是 IG 已经是先点掉塔了，而且 JLove 的一个出装原本以为要直上无尽，但是应该是累积了大量的金钱回家直接拿电刀，也把二级的一个绿弓之装给升级，拿一个电池护盾。啊，现在的换血，现在球球是完全的下风。第一，他没有好的吸血，没有这个好的吸血的属性；第二，对方还有一个已经可以快速的推线，然后利用电刀去叠的一个电池护盾。EZ 是很难在一对一当中打过 VN 的，毕竟你是要吃技能准确度 ，Q 技能太难命中了。但现在这个杰斯这条线发育太好，导致波比在后面不管是带线还是团战当中，感觉都略显疲乏。这一把是球球带了一个风暴聚集，好 ，EZ 带风暴聚集，确实因为 APAD 对于 EZ 都有一个伤害的一个加成，还带了一个终极技能帽。因为中路是个发条，可能也会觉得这场比赛等到中路跟 AD 的一个共同发力期会比较晚。是，就所以他即使有绿弓之装，但他没有点出过量治疗，这就是换血上面好像为什么 TOP 换血的一个小细节上面一直是落后的。这波 Karin 过来粘到了宝蓝，但是被突到分后的 Jack Love 这波闪现过来想要打第二下普攻的时候 ，Jack Love 反应很快啊。这个一技能直接推开了扎克，再交一口治疗拉一下宝蓝的一个位置，下路平安无事，反而是上路峡谷先锋包括这个上路的高地塔怎么办。是，这一波知道扎克还在很远的地方，勒夏有非常多的时间可以来疯狂的消耗上路外高地塔的一个血量，而且后方想要过来包夹已经先被 Lucky 的一个冰霜女皇指令的小鬼魂给看到了。扎克 Karin 在下路交出闪现以后，这三分钟内IG 是上路很轻松的压制一波，然后中野下路都全身而退。现在是三条兵线都被压得非常的疲惫的 TOP， 接下来要面对十分钟即将出生的一个大龙，压力就是再往上拉一个档次了。猪妹现在已经提早出了一个狂徒，确实这一把比赛里面目前现在 TOP 对于 IG 的进攻比上一把来的薄弱，他们的防守反击能奏效吗？以现在的装备来说，两个 C 的装备都还是欠缺的比较严重。球球这边的一个魔切哦刚进化出来，而发条这边是出了弓之装但刚有鬼书，可能要第三件直接上法穿了。弓之装感觉上面来说对于发条的提升没有像吸血鬼来的这么大，但因为对面 Lucky 是骑手弓之装，Gun 可能会觉得我不带的话正面发育上面会被拉开一个装备上面的一个差距。峡谷前锋叫出来，扎克跳过来又是被 Lucky 的一技能加速给躲过，反手峡谷前锋这个头锤血量已经很危机了。球球在侧翼是看到了您那个位置，但正面的话防御塔已经掉了，您闪现过来给个大招空掉了。是，对方交了一个闪现去躲，顾刚的位置反应还是非常的快，因为刚刚如果被这个大招给定到的话，应该要直接被 JK Love 打三环，以后韦恩杀掉发条，这个二塔也很难守。但正面的话，这一波兵再过来，其实猪妹包括塔姆状态也都还不错，还是有点塔能力的。即使现在韦恩的一个输出手长不是特别的长，但是在塔下
给不了威力，因为除非发条拉满大，而且这个发条主要是现在装备太差了，打不出伤害，没有闪，刚刚的位置被压得非常的后方，没有办法把球压在 JK Love 的一个前方去阻止 JK Love 点塔，而且下方还传来更严重的噩耗，是勒晒这条单带线让波比可能无暇他顾，没有办法到中路，正面少了波比，只有扎克一个单进场，卡玛给盾加速带不到人的情况下就很难，而且即使你击飞到了 C， 但还有一个塔姆在做保护，这波 TOP 主动的一个出击吗？布隆的 T 原本想落后又是被看到了，而且墨鱼先行的追往中路靠的勒晒又是反手被点掉了，非常大量的一个血量，下路波比是过不来的，但主要是他在正面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守塔的能力，除非他能找到一波机会去绕后，但是身后没有什么特别，没有眼位。扎克被打一个三环加电刀的一个输出，正面这边开不了，又伤害正面又打不赢的局面下面 ，TOP 是慢慢的被 IG 蚕食鲸吞，中下两路二塔同时告破，现在只剩高地上的一个防御塔了。这是大龙 buff 都还没有前臂的情况下，反手过来想抓一下 Cat。这一波要留的位置是过深，所以 IG 已经拉开，现在就是把大龙局给设好，把鸿门宴给摆好，等 TOP 过来了。推完中路之后状态还都非常的不错，这个眼是看到了，怎么说这一波是赶过来想要阻拦一下，是抓一下辅助，辅助脚闪现再跳了一下 ET， 还是被出面的大招给定到，扎克这时候反手进来，球塞进来，动感篮球没有带到人，这是一个空的热气球，正面三环打一套 carry 吗？差一下才能打三环，您这边迟到了有点多的输出，但是一个 Q 技能大招空的让发条供的一个大招是无功而返，下路杰斯跟波比两边都在进行一个换血，所以没有人过来的话，那两方是拉开，没有人员阵亡。朱妹快速的利用狂徒在回血，每秒76滴。这时候如果朱妹回起来，有机会动大龙，但是前方的视野，看一下也知道，哎，不知道。IG 这边三个 TP 控制守卫看到了扎克，那应该知道扎克在不远处。Lucky 是 TP 过来，先限制辅助靠近大龙直插视野，然后应该会往上再找一下扎克的位置，说被波比被迫踢过来，杰斯后手交踢，时间会稍微大一点，正面踢到发条的一个面前，大龙打不打？啊 ，Kate 这边先被黏住，交出了一个秒表，杰斯被波比推在墙上，一个壁咚，在 JK Love 在后方杀掉了，秒表结束的一个 Kate。波比赚起一个大锤，只有敲到 JK Love 的一个维恩，但敲到维恩正面的伤害只剩下杰斯， IG 也不深追，是不是回头再过来打这条大龙呢？这波因为 EZ 状态太好了，所以可能是稍微打不了，因为 JK Love 状态也没那么好，先去打小龙。拿 Kate 的一个生命守掉了大龙，但 IG 也很快的灵活的转到了第二条的一条土龙。这个维恩在打龙之前是换到了一个 TP， 所以直接赶往正面。是。基本上是无缝衔接两波龙团，中期的时候可以很好的去利用这个 T 来打一些 AD 前面打不出来的一个游走效果，而现在 Lucky 这一把已经是这个辅助的卡尔玛的标准两件套，香炉加上一个大圣杯拿在手上，后面可以直接考虑出一个死亡帽，或者是游戏要加速游戏的进程的话，先出一个炉灯来增加自己一个 poke 的伤害，三件套的勒夏也到手，很肥啊！现在这个杰斯，而且他出了一个三速鞋，这可能是小心得，就是三速鞋跟战斗关系没有太大的，就跟战斗没有联动，三速鞋更好的去扭过一些波比的角度，或者是正面上来的一个换血，然后可能正面如果去分带的话，也能够尽早的脱离战场，就清完一波兵之后。TOP 现在布一下大龙区的视野， Rookie 现在没有蓝，哎，又想要开，这是第几次跳进来没有带到了，被弹了起来，但是有闪现，没有利用带回，但是正面波比进来的一个位置先被冰住了，开启一个鸟盾，但是波比已经在承受维恩的输出，维恩被发条的大招给转到，但是他的血量还有办法继续维持，而且还有一个秒表，这边反而是后续的一个盾给了JK Love 逃亡的一个机会，宝蓝把他吐出来，反手再配合卡尔玛的流人继续做追击 ，JK Love 要进场杀掉了，但是被减速了。EG 赶紧利用 EG 能逃脱，这波死掉了福野。IG 打大龙的时机非常好 ，TOP 能利用自己的双 C 加上上路的墨鱼，打出一个守大龙的奇迹吗？这波 TOP 是不想放的，球放下去，波比赚起一个大锤，能不能把打野给锤走？锤走的话就有机会拼伤害。EG 拿到了大龙，哇！求求这一波。这一波来自于上方没有视野，一个波比的大锤飞进来，把带着惩戒的宁给锤飞了。真的把这个猪妹
就这么送走了。哇哦，这一波IG 处理了非常长时间的一波龙团、啊、是的 TOP 终于是又在第一条大龙的时候打出了一个奇迹。上一把是利用团战在劣势的时候撑住第一条的大龙压力，第二场是一个很好的 ADC 跟上路的一个配合，去把这个大龙利用一个 ED 的 Q 技能给偷掉了。因为这个东西是 IG 没办法反应，你知道吗？我来看一下，他出卖飞的瞬间的时候IG 的指挥大概率是说给伤害，但是 ED 的一个 Q 技能，我们看一下63滴血、Q 一下、没了，这个真的是有点太秀了。而且好像 Jackie Love 的三环爆了一波伤害，他原本应该是600多、对，应该是还会比那个 Q 的伤害要更高一点的一个血量。对，被神圣银剑爆了一波伤害以后，然后最后那个 Q 碰到龙的那一瞬间是一个金斩下线。是这个行窃预兆，探云耸这一波探到大奖，探了大龙，这个龙给拿了下来，算是缓了一大口。不然的话 ，IG 这个推进节奏是完全防不住了。就至少是一个10分钟左右的一个空闲期，把高地至少是保下来了，不然高地肯定要很小心。对对，这段时间不能被 IG 开到团，因为 IG 这边的开团还是有很多的武器、猪妹以及不断加速上来千人的卡尔玛，还有塔姆的一个绕后，所以现在塔姆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家里面等。就在家里面，因为 IG 现在依然是8000左右经济优势，包括6座塔的一个塔差。这个城墙绝对一步都不要出，现在是大雪纷飞的时机， TOP 的队员不适合外出。下路有了大龙 buff 的一个加持，稍微兵线上面也好受一些，是能拖延杰斯更多的时间。现在就只能的把兵线给撑住， TOP 第一波的大龙危机是解掉了。哎，扎克想找个机会去蹲下这个杰斯，哇，反而是让中路出现了一个小的人数差 ，K 的架起自己的一个防盗门，想办法延缓自己中路外塔被推进的一个速度。德帅还要偷一个蓝啊、交给 Lucky。这波我建议 TOP 不要抓，真的是高地前开比较好。抓杰斯如果没抓好，后续团战打起来，被 IG 的中路的队员赶到，只要减员3个以上 ，IG 还是有一波让 TOP 结束游戏的一个实力的。这波拉球进来没有扎到，拉一下塔姆，但是正面塔姆根本没有吃到伤害啊。但是后方的一个 Jackie Love 是被对方给 EG 给耗了，猪妹上来 Q 技能逼出 EG 交一，正面这波推到了杰斯，杰斯吃了一个波比的 Q 技能，剩下半血，但是正面后续的伤害能不能继续的给到？卡玛给了一个盾，好像让暂时 TOP 的输出不够了，但是 IG 的时候没有想要杀人的意图，而是重心齐力把这个水晶先给拿下来。这时候猪妹在限制 EG，EG 又被憋出了 E 技能。利用高速的一个回城回家补自己的一个状态，正面战场带走了一个猪妹，猪皮应该是被打掉，但有石像鬼石板甲，后方波比摸鱼要 TP， 卡玛再给一个盾，但是正面的战场 Jackie Love 根本不熟，上去点了三环，布隆的血量很低，又是一个卡玛的盾，还有血量闪现上去躲过一个 Q， 但是被平 A 给带走了。这波 EZ 拿下了维恩的人头，正面战场杰斯也倒下， IG 没有任何的输出，只能卖掉自己的辅助，宝蓝这边被波比壁咚， EZ 拿下双杀。这一波 IG 其实拿完水晶以后正面要撤退，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波比的 TP， 所以 Jackie Love 选择正面配合卡尔玛的第二个增强群盾上去做一个反打，因为其实他觉得现在场面包括经济装备的优势是在的，所以说想要在后排去找一个机会把 EZ 或者是什么先杀掉，那正面的话自家前排其实也就不会再去受波比和像扎克这样子的一个骚扰了。是，但现在 Jackie Love 手上是没有太多的吸血属性的，他这把没有带迅捷步伐，对，他这把其实保护性来说如果跟 Rookie 分隔了战场的话其实他是比较虚的。刚刚已经是由赛事方跟我们确认今天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哎、啊 LeShy 的杀掉扎克的同时也拿下了自己在 LPL 生涯的第100杀，我们也恭喜 LeShy。现在 IG 的矛剑上单在这个赛季来说很好的让 IG 可以根据版本需求而去调配两个上单上场的一个比例。这条火龙今天第二场比赛龙也很眷顾于 IG， 两条土一条火全部都是对于一个优势方非常好的一个属性，可能 IG 现在要稍微稳着打一点了，可能等待下一条大龙是更好的选择。正面如果硬要想上高地的话，其实就怕这种就是一波，比如说因为现在发条其实双穿也出来了，面具加上法拳棒，主要波比的装备起成长起来了，稍微有
稍微肉起来了。对，刚正面就波比上来消耗杰斯的那一套的时候，因为 JKLOVE 正在去拆水晶，所以波比那时候没有被他最怕的维恩的一个真实伤害给限制住的话，他先消耗了惹下来，然后后续进场的时候，当 JKLOVE 反手跟 EG 做换命的时间点的时候， IG 扫掉了杰斯，就没有继续交战的可能性。对，主要还是那一波拿完水晶之后拖战了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但我们在此画面上面看到了杰斯又在塔前把对方的波比给打回家的话，上路的塔被消耗了很多，下路给一个群盾上来直接扛着拆。猪妹有猪皮不怕，维恩再一个翻滚往前，三箭射在 K 的身上，有超级兵，下路这个水晶怎么说，又是三箭赏在扎克手上。现在扎克拉起一技能做事要跳，但这波跳进来感觉会把自己比赛的一个胜负给跳掉。但你这样子的话，上路其实也没办法去守了。波比再出来，这一波有一个肥皂上来跟惹帅强行换血，他能完成单杀吗？大刀直接敲伤害，被一技能给跳走。扎克飞进来，闪现两个闪现要强跟伤害要杀惹帅，最后是被还是被墨鱼的一个伤害给带走。但是这波哎，猪妹绕过来的一个时间点 ，IG 有点脱节，但猪妹太肉了，一个石像鬼石板甲，猪皮掉了时间，他才会开始受到大量的一个输出。后面有一个闪现拉进来，反而是扎克先被打成了一个四分五裂。墨鱼再次的闪现进场，超被到了 JKLOVE， 这波还有一个鸟盾，猪妹还是没有死，反而是 JKLOVE 反手一个三环，先赏在进场的波比身上，再一个三环给 Kate 交出一个闪现。后续 JKLOVE 也不贸然追击，因为发条还在吃一个 QW 伤害，还是吃不消。但是这一波抓掉了杰斯，自己阵亡了。同时阵亡了一个墨鱼的波比 ，IG 很轻松的把三路的水晶给拿掉。刚刚上路猪妹过来的时候没有到的时候，应该是因为整体上面就猪妹是从家里过来的，但是 IG 的双吸其实是走了一个比较远的位置。对，但这边有车是直接可以去拿掉大龙的。33分钟，场上已经刷了三条大龙了。是。还是我们的梅赛德斯奔驰 GLA SUV IG 迅速的赶往大龙池，这条大龙在 EZ 的精准弹幕到来之前 ，IG 是稳稳的拿下了。应该是第二条大龙，应该是第二条大龙，拿了他们团队的第一条。对对对，因为第一条游戏的第一条是被 EZ 给偷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波，确实因为是两条命打一条命，德帅这边走不掉了，很想把德帅给扎了，追的就很深。两个闪现 Q 技能减速到以后就有点难走了，最后是丢了一个远程的锤子。利用自己的被动，猪妹过来先被敲晕，扛了很久的一个伤害，是以及猪皮本身没有办法被减速的一个效应，让猪妹拉到了一个终于是可以进入队友怀抱的一个位置。再到对面发条这个后手的大招，其实效果也比较一般。是 IG 其实在打的时候一直有在盯着发条的球的一个位置，而且卡尔玛持续的在团中给的一个盾，对于扎克的进场，对于发条这种大招来说，都给了他们本身队员有很大的一个守卫空间。这是重生的一个中路水晶，哎，猪妹直接利用自己的肉体去挡住卡瑞的一个进场，逼出了扎克吃维恩的伤害，开启石像鬼石板甲。这波已经是三路的水晶了，三路的兵线马要再想办法撑一下。哎、冰霜裂隙直接给，想要守右边的门牙守不住，我比吃了5环以后，血量掉的非常的多，这边前排的一个肉度能不能扛住？但是卡尔玛的盾让这个坦克线立刻崩溃，这面已经是把所有的门牙塔都给拆光的时间点 ，IG 拿下了这场 BO3， 恭喜 IG。IG 也是追到了3-1的一个成绩，现在在东区应该也是追上了京东 Gaming 的一个3-1，是要比小分。跻身第一梯队，跟就是说，应该是京东嘛？对，跟京东并驾齐驱。对，同样的一个3-1，就看小分来，就排最后的一个排名。对，小分的话就看每场 BO3 里面。我们今天结算的时候的一个积分板应该就会有最新的一个资讯。我觉得在第一轮打完之前，大家都不需要直接太看重这个排名。说实话，因为第一轮跟赛程上面有关嘛，对。所以说，往后的每一场比赛，都还是有机会的。对 TOP 来说，掌声送给 IG 这一场比赛。这场 BO3 可以说是相对的干净利落，当然在两场比赛的第一条大龙都受到了一些阻挠，但是整体上面不影响 IG 进攻风格的一个这他们的一个节奏，以及这一把比赛MVP， 因为两场阵容都是 Lucky 都是选择了一个比较保牌性的中单，这把可以选择给杰斯，因为整个前期的一个进攻的优势是由上中野去打出来的。当然我觉得 JKLOVE 在后续维恩的一个输出里面也是扛起了团战的一个大旗。
其实到后面输出的话，其实卡尔玛这个英雄确实能看得出来，他还是依然的，虽然香炉已经被削弱了，但到后面 CD 叠满之后给到薇恩的那个盾其实就已经非常恐怖了。而且他的每一波其实 Q 技能，比如说 RQ 之类的，只要能打出去伤害是很爆炸的。全场最高伤害给到的是维恩这个以及杰斯的伤害在这把一样是很高，这一场的一个伤害图跟上一把其实很像。 IG 应该是在这段时间里面是拼命的在练习这样的一个阵容的打法，来丰富他们的一个辩证，就是以后的 IG 可能会让 Rookie 拿 carry 型的英雄，也有可能让 Jake Love， 他会让所有的对手更难捉摸他们今天的一个战术的一个意图。而在整体的狙击曲线图上面可以看到，前面是由IG 领先，但一度是有被对方追回了一个 3.1 的一个差距，但应该主要是大龙的那个收益，但最终还是由 IG 获胜了。这个经济曲线图我怎么觉得跟我印象中不太一样？就有就好像、就是、有反超经济吗？还是我记忆力不好了？好像真的有点老了，没有吧？对啊，我也觉得应该没有啊。最后那个小尖是怎么上去的？对，那个小尖怎么会是什么情况？而且结束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图应该是稍微有些问题了，因为我刚看了一下，结算上面的经济差是10000多，但是他拉下来的那个 IG 最后反超的那个点上面也没有那么多，也没有到10000，是吧？对对对对，所以可能是另外一场的。是没关系，我们就忘记他吧。对，就是这把比赛，对，就整体来说打的最亮眼的两个点，对于 TOP 来说，一个是大龙这个配合打出来了，就是防止了对方大龙一波结束，也撑到了第二条大龙，以及在自己中路高地的那一波，其实 IG 是有点冒着生命危险去强拆这个中路的水晶。对，就其实他们到后面的几波是因为整个阵型摆好了之后，就确实让 TOP 这边找到机会去反打蛮难的，除非你像之前那一波下路，就是波比有一个机会去绕后，然后正面的话 C 位也因为处理掉中路的那个水晶是耗掉了自己，基本蓝量也不是很好，然后血量也不是很好的情况下，可能才有机会去骚扰就是薇恩加上杰斯的一个推进。是，但是后面的话因为也会去记波比的一个 TP 的时间啊，这边给到了德赛上路的一个杰斯。这一场其实他确实从线上到后面都没有遭遇到什么样的挫折，感觉在后手选出来的一个波比其实不是能牵制他的一个制胜法宝。对，当然这个也跟中野 IG 的 Rookie 以及您对于上路的帮助有关，因为他在杰斯最需要滚起雪球的那前一刻滚了，如果让波比很平顺的发生到两件防御装备的时候，其实这个杰斯要压制波比的难度就变得非常非常高了。对，就虽然说一开始是 Karen 这边也去帮了上路抓了一次这个杰斯，刚刚在我们的选手休息室里面德赛也比出了一个大拇指，不知道，我觉得是给自己比，同时也给到今天自己的队友，很给力。是你在猜想他比的画面的另外一端是谁是吗？我猜有可能是教练什么的。我觉得您这把确实对他的帮助其实也是挺大的。 对， 对，而我觉得在这场 BO3 里面，当然 IG 的粉丝我觉得是吃了一个定心丸， IG 也进入了一个连胜的一个就是一个胜势。 对， 对，那当然我觉得对于 TOP 来说，他给我跟上一个赛季比较大的差别是，整体上面来说他们的小思路还是清晰的，但是对大体的运营上面感觉有所下滑。比如说对方这种这一场比赛的关键是什么，是第一波上去要掠墨鱼，然后墨鱼拉开的时候这个鬼魂看到，但是墨鱼还是没有，就反而是扎克去追，然后等到这边的中野赶到的时候，就是他整体上面的交换意识就是可能跟现在的 LPL 队伍出现一些问题，而且协同就是三条线加打眼之间的协同做的不像第一个赛季来的这么好。因为我们不会说就是前身的 DN 是一个线上实力非常强的一个队伍，但是他们的配合是让我们看到他们完成一个赛季的一个连胜的一个原因，就至少是之前确实也看到了他们一上 LPL 之后的那个精彩的配合和操作吧。但是因为他们这个赛季其实上也是有一个组合轮换的，所以可能还是在更多的找一个配合的姿态吧。因为 Karen 的话其实他也是感觉上面来说前期做了蛮多事情的，但是可能就是没有能滚起雪球，比较遗憾。也希望 TOP 可以继续的加油，同时也再度的恭喜 IG。 我们第一场 BO3 第二场 BO3 的赛后采访已经准备好了，将现场交给主持人栋哥。好的，感谢记者，感谢 Rita， 我们是恭喜 IG 获得了比赛胜利，让我们的赛后采访嘉宾先和所有的召唤师们打个招呼。好啊，大家好，我是 IG 的中单 Rookie。 欢迎 Rookie。
今天获得了比赛的胜利之后，所以此刻心情怎么样？因为第一场输给阿林哲之后，我们就心情稍微就是整个战队的心情特别不好，因为当时怎么说呢，就输得很惨嘛，所以觉得我们实力还是不够强，我们一直怀疑自己。然后后来我们就训练赛怎么样，就是不管怎么样打得很不错，然后现在心情特别好。心情特别好。其实可以看到今天第一场对阵 TOP 的时候，其实失误今天还是有点多啊，是怎么回事感觉今天？今天呢就是我们拿的阵容，其实在训练赛当中没怎么练过的阵容嘛，所以我们就总是出问题的。因为就是一个比赛嘛， BP 也会出失误。是，那其实提到阵容的话，可以看到 Rookie 近期的话在 LCK LPL 的话输出加里奥现在的都取得了不错的一个成绩，你怎么看待这个英雄在该版本？加里奥这个英雄如果自己战队的 ADC 厉害或者怎么样，什么就不管什么时候能出拿出来打这个英雄的，然后现在呢就是有 Jackie Love 嘛，所以我觉得可以拿出来打。哎，你提到了这个 Jackie Love， 那你感觉现在伴随着整个的一个比赛已经打了很多场了，他的一个成长在你看来怎么样？Jackie Love 本来其实就才今年出道的嘛，但是他其实就是很早之前跟我们一直打训练赛，其实所以觉得他的整个能力是还是有的，只是还没经验而已。然后到现在来讲的话还是稍微有问题吧等他成长好吧。好的，那今天的话其实也是一个比较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是你征战了第300场的 LPL 的一个联赛了，不知不觉已经陪伴了我们度过了很多天了，你感觉现在此时此刻最想跟 LPL 的粉丝们有什么话说呢？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整个人跟就是很适合 LPL 的证据吧，然后也没有特别能说的，只是很感谢粉丝们，感谢粉丝，对，一直那么多粉丝支持我嘛。那未来啊会不会继续陪伴着 LPL 陪伴着 IG 战斗下去呢？如果我技术还是有的话，不管然后这个英雄联盟就有些还是坚持很久的话，我可以一直在中国带着跟粉丝们一起走。好的，也希望 IG 可以越战越勇，希望 Rookie 可以一直陪伴着咱们。那同样的话也是公布一下在本场将会参与到赛后握手会的幸运名单，分别是5排18座、6排6座、10排33座、7排24座和3排21座。以上的召唤师就可以近距离的接触 IG 了。再次恭喜 IG 获得比赛胜利，感谢 Rookie 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